只有在学校才能学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友情也不是不存在的吗？所以其他所有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吗？那时候我这么想，虽然想这么问，但我却没有说出口，因为目前的教育就是只能听不能问，大家的那个说话的疑问呢，就变得不太敢发问，乃至于说大家有什么疑惑就会不知道，像一个课堂，即便有好学的学生有疑问，他们也不会去敢问，因为会有人认为这其实教了很多遍，一样的道理啊，这差不多的道理。因为我一直不明白，在那里也是在那个世界里，离开过道以后，还有着什么其他东西吗？你想要什么东西吗？你应该要先问问自己要什么东西吧，而不是问我们吧。公主，公主，按正。公主，公主，按正。公主，好啦，听众啦，好不好？我的头好痛。这里是，快醒来，公你是主。谁？咋嘞？这里呀、啊。公主，你果然忘记我本来是你的。不过，那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公主，你一定要快点离开这边。为什么？Why？Why？我为什么要离开这边？这边没有存档点呢、欸。在花瓶里找到看起来放了很久的蘑菇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每一招都是那个是我熟悉的自己吗？怎么讲呢？哎呦，他耳朵会动哎，好，真可爱。格格不入的小花，似乎说话大概是错觉。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出口在哪里。被丢在桌底下，不仔细找可能也不会发现，因为我们是普面图，所以看得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灯哦。这灯有什么关系吗？没关系，那我开灯好了。仿佛没什么关系。怎么都是蘑菇啊？他怎么多爱蘑菇啊？哎、欸，女主角，你多爱蘑菇啊！好了，就这边，门是打不开的。那我为什么走那么久过啊？哎、欸，他不能按两下跑步啊，有点可惜耶。不过他做的真的很好。哎、欸，你为你家到底不是你这个虚幻场景里面怎么到处都蘑菇啊？你连全部都蘑菇，你的卫生条件是有多啊？你不要逼我，我跟你讲。好啦，继续看啦。其实他最初的讲述的概念，我大概理解啊。等一下哦，我明明是这样看着画面的，可是他却会照到镜子。啊，你是在？我应该要这样才能照到镜子啊！我应该要这样子，而不是这样子。应该是要面对着镜头，而不是背对着镜头啊！奇怪。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门打不开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可以存档了，那我就存档吧。才不会承认这种娃娃也很可爱。我来看一下，好像是按 Shift 按 Z。我要怎么存档啊？我还是这样，我目前还不会存档。我要怎么存档啊？这还有背包，是令人熟悉的铅笔，还有蘑菇。
哇，喂，这，哇，等一下，哇，叹为观止，哦，按 C 就可以存档，调小声一点，对，好啦，今天的实况呢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其实我不止玩了26分钟呢，因为一直重复。那不管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其他剧情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。那私塾我们会继续玩下去的哦。那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